好，这边呢，谢谢我们的李小姐，我们的新加坡红宝石董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最后一位的红宝石董事，他是来自 JB 的 Ivy Bay，Miss Ivy Bay， 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OK， 接下来呢，就到你的分享了，来，请开始吧。OK， 好的，一位的家人。大家下午好，我已经等了很久，从没有紧张等到很紧张。OK， 这是我第一次上这个视频分享，所以呢有些些的紧张，也很兴奋哦。我的孩子也在里面观看我分享。那么呢，在这里呢，首先呢，先自我介绍。我是 Ivy Bay， 我是来自金山的。那在这里呢，必须要感恩哦，我的贵人。这对贵人呢，这对夫妇呢，就是因为有他，才有今天的我。那这一对贵人呢，真的很感恩他这些日子以来呢，对我的没有遗弃我，因为我也不是很。积极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在以为我是兼职，我是有开美容店的，所以呢，我是用兼职的时间来发展以为，所以我也没有，有时候也没有很积极，那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我。那这一对夫妇呢，是 Diamond May 夫妇，感恩有你们。感恩你们把我带进以为这个大家庭。那开始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都没有带那个印加果油来，所以他们一开始跟我分享了过后呢，就拿了一包那个 rich 来给我试。然后呢，我也是在还没有接触以为，我本身也吃过很多很多的保健产品，但是吃过无数的保健产品，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什么任何的油之类的东西。所以呢，当他跟我讲油的时候呢，当他拿出那包 rich 给我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 rich 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包装呢很特别，也很漂亮，就很好奇。那他就叫我打开来试喝。那喝了过后呢，我很喜欢那个 rich 的味道。然后我自己本身有胃胀风的，在喝了过后呢，喝了下去过后，觉得那个胃软软的，很舒服。然后就那个胀风就慢慢的消失。我觉得这个油很特别，也很不错。就这样子呢，我就跟以为结上了这个缘分，就以一个白金的配套加入以为哦。那在加入以为这段期间呢，真的在这里呢，也借助这个平台呢，感谢我的上面好 Muska、Danny、Maggie， 还有阿德琳娜，还有呢。阿里呀，他改名字呀，所以我念的有点紧张哈。还有钱，在这些日子的以来呢，我上了红宝石呢，你们给予我的支持、鼓励以及帮助。那在这个油里面呢，我喝的这个印加果油呢，它给我的健康的改善呢，就是我以前呢，在还没有喝这个油的时候呢，我有经常有。头痛的问题是蛮严重的，所以天气好像一般上最近这样子很热的天气呢，我就会头痛。那么我喝了这个油过后呢，一加果油过后呢，我这个头痛呢都已经很少再发作了。然后再来我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在我的身上呢，就是我一路以来呢血管都不是很好，血管很容易破裂。所以我每一天呢，我的全身呢都会有黑青的，手啊脚啊，不管有时候去到哪里稍微的碰撞哦，我就会有黑青。所以甚至有时候去到哪里，很多人都会说我给鬼捏到啊。所以呢就是很
很严重的。那么自从我喝了印加果油过后呢，这些问题呢都不断的在改善了啊，都不会血管都不会有这么容易的破裂。那么呢我在加入了仪轨过后呢我慢慢的有去介绍我身边的人，然后我自己是以白金来进来选择这个白金进来这个仪轨。一开始的时候，那我一开始也是很单纯，一去分享的时候呢，我也是很单纯的就是分享直接分享白金，那么也没有想到很顺利的在一个月呢我就可以很顺利的升上了超级白金。那在持续的第三个月呢我就升上了珍珠董事。那么在这在去年的一年之间呢，我就升上了蓝宝石，然后在去年的年尾12月份呢我就升上了红宝石。那么这个油呢这个公司，我们以为的公司呢是怎样改变了我的这一个生呢其实它不只改变了我自己呢，其实呢它也改变了我的家人。我今天发展以为虽然是以兼职的时间来发展，但是呢在我发展以为的时候呢，我全家人都受惠。所以我发展以为这期间呢，我所得到的呢就是给我的父母亲吃产品啊，我家里我是一个四个孩子的妈妈，我的四个孩子都超爱我们以为的产品，所以呢就是一家人吃啊，然后提供给爸爸妈妈吃，然后我的弟弟妹妹啊全部都是在吃这个以为的产品哦。就是今天我上了红宝石呢，真的是感恩有以为呢可以带给他们，让我在以为呢赚到这一个钱呢，然后回馈健康给他们，带给健康给他们，因为他们的能力不是这么的允许，所以一般上我都是会买产品提供给他们吃。所以在这方面呢真的很感恩不止我得到这个健康呢，我身边的人也得到了健康那么今天以为的印加果油呢已经变成是我家里的一份子了，就是我已经是没有它了，好像没有了这个印加果油呢，我就是不可以吃东西这样的意思，包括我的孩子也是一样。所以接触了以为呢也学到了不会这么爱吃煎炸的东西啊，但在吃不健康的食物、垃圾食物的时候，尤其是现在非时期的阶段哦，每天都在家，难免都会吃到很多不健康的食物。那么在吃不健康的食物的时候呢，庆幸呢，我们真的是以为的家人，我们都有印加果油，都有我们印加钙，可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的身体哦。那么呢接下来呢在这两年，未来的两年的目标呢当然在这两年未来我在以为的目标呢，我当然是要升上钻石董事哦。在这两年里面我要升上钻石董事，所以呢我要上这个钻石董事的目标，我要达到这个目标呢，当然它有一定的挑战，因为我们讲成功不是偶然的，成功是给予做好准备的人。但是呢在我到现在呢，我都还没有很认真的来发展这个以为，都没有完完全全 100% 付出到完。所以当我设定要这个未来的两年我要上这个钻石董事的话呢，那我必须呢，我勉励自己，我也想希望在这里呢可以勉励到大家，这个就是那个责任真的是一定要有，所以一定要有那个责任。然后呢因为要有责任，所以要必须就是要有责任的话，就是要懂得身为一个成功的人必须要懂得去如何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给问题解决掉。所以每次呢
我们不但不会解决下面的人的下线的问题，到最后自己也是给问题解决掉。所以呢，我也是希望呢，我是可以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可以呢承担可以承担可以把它承担起来的一个领导哈。那我也是在这边呢，我真的要更加进步的这一点哦，因为呢。不管下面，因为我们今天发展以为呢，我要把它当做它是我自己的公司，我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因为公司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然后丢给公司处理。所以这方面呢，我呢自己本身要用我这个精神呢，带下去给我的组员们呢，要有把以为事业呢当做是自己的生意，自己的事业。任何的东西呢都要学习解决问题跟承担一切。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给我自己进步的。那么呢在这里呢也借这个视频呢感谢我的组员们。真的这些日子感恩有你们，因为有你们我才可以来到这个红宝石。那接下来呢因为这个COVID-19 我们也不要放弃。我们就在家里充电，那我们等这个时期过了，我们还可以再次的冲刺，然后重新调整自己，重新出发。那么感恩有你们。那么在这里呢也趁这个机会呢感谢我们的五位老板我们的五位老板，我们以为的灵魂人物就是 Melvin、 Kelly、Aaron、Mike 和 Justin， 就是因为有你们的领航有你们的带领，所以呢才有以为越来越壮大，让我们越来越可以借着这个平台去发展。那感恩真的在这里感恩有人呢。那接下来呢希望呢五位老板呢都跟我们一起带领我们呢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更稳。那我的分享就在这里，谢谢大家。好，谢谢你 Ivy， 谢谢你，非常棒非常棒。